天又来到这边探险，我的路已经变窄了，还是有路可以走。过去那边调查看看，对，待会调那边了，要枯水地，上面有人在钓，钓鹿眼，对情侣。这边以前通常那边钓的时候，通常会咬，还蛮多鱼的。现在钓钓看啊，手竿是一定会咬了，鹿眼还看。高啊！哇，这河道很宽呢。下面看看，这是另外一种草了。这个不是牧草哦。是另外一种草了，OK。 虽然远了点，还有青鱼啊，鱼啊，那鱼在抢哎，夸张！哦，鱼在抢，超多鱼的。
个不一样的草了。就这两只啊，就定位了，再来就钓这边了。肥的阿福，每天都吃很好。我长得超像那个鲫鱼的圆圆的，超像的肥肥的。超强阿战斗，只有这么深呢。拜拜。这个场是不错了，只是可惜前面太浅，如果要深一点的话就很 OK 了。好啦，有机会再来试试看吧。哦，免费的 A 岛，我们去，我们去。空钩钓鱼，没有钩任何东西哦。哎，怪怪的。
哦，武昌，武昌很喜欢吃水底，差点忘记了。武昌，
啊，今天的钓游就到此结束啦。阿福宝啊，阿福拉到爽，真的是太多了。我钓到一条武昌了，还好。OK， 那个有来钓的话还是一样啦，垃圾带走啦。好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